绿茶牛腩，我也有。呵，跟编道具。本来想用太刀用，之后很难用。太刀就是你要熟悉魔物之后才好用的武器啊。你要利用魔物打你，然后你再打回去，提升你的气刃值。跟别人装备，像我也还不熟啊，因为都站远远的看，没有刺激去打。拿这个好了。变道具。哇哇哇哇哇！这么痛哦！看，这不就上任了吗？转，不行哎，我觉得我要带吸血装备才行哎，哎呦。这边太窄了。
我滚！再滚啊！